靠北，他就开始在那边骂。画面中穿薄纱短裙的槟榔西施颜如意因露底裤揽客，被北县圆山派出所警员栾城取缔，拉扯间警员勒住他脖子，使出柔道侧摔招式将他撂倒在地，他发狠抓警员衣领反抗，反遭警员抓住手背以膝盖压制，路人看不下去上前提醒警员不要太超过，但警员置之不理，就连其他警察赶到他还不罢手，赤脚的槟榔西施不肯回派出所，竟当众被耍狠的警员上铐拖行。因为他是用拖的把我拖上车。那你们觉得他这样做很过？